都有其他馬經過就好啲啊。二號啦，競賽狀態咧，佢就冇乜大起落。拎住呢只二號都未揀馬，佢哋二號仔，即係或者一號仔喺度扭計。呢一場跑千二米，有四隻馬贏過嘅就係勝得出色、大熱門、帝豪寶寶、八卦同埋呢個盈科超影、盈科超影。咁而家影住呢只三號仔咧，就進馬快車初出嘅有飛嘅喎，初出有飛隔萬九倍。而家又冷落咗啲。馬地，跟住一縮情反直路咧。咁主持揀咗一二四十三，四號係勝得出色，大熱門2.9，連贏兩場喎呢只馬。十三號綠色有料7倍初出。三隻馬初出都有飛嘅，就係三號、九號、十三號。十三號就騎只12檔，美麗奔馳就6檔，進馬快車就13檔，咁即係全全都唔理想嘅檔位。美麗奔馳個檔就最好，但係只話見到潘頓喺度咪咪笑咁，唔知咩意思。入个 Q 嘅咧就系7号穿甲鹰，入个第三名嘅咧就系2号竞赛。上次跑得好嘅咧就系4号胜得精彩，胜得出色啊，唔系精彩。12号红衣火王上次跑第四，我买4号、7号。十三號都好多飛喎，就係12檔啊！即係三號又係有飛，三號而家少咗飛。九號就潘頓，初出有飛。我買4號、7號啦。哇 ！Jenny 中意13號，可能十三號12檔喎，梁家俊跑短途。而家影住呢只8號就系、是、旭日辉，冷门嚟嘅。6號入紧闸，大地飞驰1檔班德礼。穿甲鹰咧上次第6，前次第10，但系较早三次咧就系、是、一个第1，2个第3咁样啊。哇！7號而家8.9倍，或者13號真系好有料到，真系好似。9號、13號呢啲好多飛嘅真係，我買4號、7號。綠色有料都落翻啲飛嘅6.4啊。嗯，我諗佢就會遲啲入閘啦，因為呢只馬喺晨早入閘咧，多數都起琴嘅。好啦，美麗奔馳搞掂，掂。最後入閘，綠色有料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6場賽事嚟到3班1200嘅短途賽，大熱係4，準備。黃旗舉起，好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綠色有料咧就少少慢喎，包咗落尾啊。前面快嘅馬有呢匹咧就紅衣火王穿甲鷹啦，出邊就八卦啦，再大外檔就金哥兒啊，大約第5位嘅馬咧粉紅帽就競才啦，內欄連連歡呼馬林中間黃衫紅帽勝得出色啊，再馬林中間藍衫嗰匹咧就贏科超影啊，後啲嘅馬啦，出邊就綠色有料啦，咁啊外邊仲有一隻噶係進馬快車，尾四度啦就粉紅眼罩嘅美麗奔馳啦，尾三大地飛馳，尾二就旭日輝，暫時包尾。红眼罩是帝豪宝宝嚟嘅，转弯入直路咁滞啦，八卦就带住其他马入嚟嘅，金哥儿响第2位啊，第3位埋边就红衣火王啊，再见到攞出去，穿甲鹰竞才胜得出色啊，外边系绿色有料啊，最出嗰边咧仲有只美丽奔驰噶，兜到嚟最后300米啦，八卦占先少少，金哥儿就率先追佢，内栏嗰边咧仲有红衣火王啊，出边上紧嚟仲有竞才啦，响入边偷位上就连连欢呼啊，兜到嚟最后200米到啦，八卦放顺咗，接嚟咗1個身位嘅。
中間位置有金哥二，入面連連夫婦上緊嚟，出面位置仲有一隻競賽大外檔咧，就贏科超影接近終點，八卦走啦先贏啊！跑第二名嘅馬係連連歡呼，第三應該係金哥二。至於跑第四名嘅馬咧，有呢只就贏科超影，同埋內欄嗰只紅衣火王咧要影。八卦冷门嚟嘅，隔晚28倍，毛显东睇唔到啊呢只。一号连连欢呼莫雷拉又系10几倍喎，隔晚。五号叫做金哥儿又系20几倍嘅一只，哇呢啲几多？冇一只，三只全部冷门嚟嘅。所有初出有飞马冇晒。隔晚大熱冇曬，冇啦呢一場。之前贏咗嗰啲咁啊，抌落去啦，冇咗啦。而家影住就11号仔八卦，11:15。主持又冇 ，Jenny 又冇。綠色有料，就綠色有料呢只都唔係落到好尾，檔位唔好啫。咁咧而家就八卦喺前邊，帶頭贏咗啊！真係啊，只五號仔金哥兒喺外邊，咁啊呢啲馬搞掂咗啦，真係跑前邊幾好咧？你話啊？咁只巴道只四號仔。就喺呢度裏邊嘅裏邊，其中有一隻灰色喺呢度，喺呢度，喺呢度，衝起上嚟都冇可能加分加到好足好夠啦已經。咁而家就係八卦仲喺前邊，無顯東醒水啊！真係啊，醒目啊！喺呢度先要發力啊！300米，跟阿 Sir 教佢啊，300米先好嚟啊！咁啊，真係你啊，彈出咗啦，即刻！五號仔金哥兒，周俊樂上緊嚟，咁啊莫雷拉最後衝上嚟爭少少啊！真係連連歡呼跑第二。3000几蚊 Q 喎，犀利啊！呢場啊，幾勁啊！真係。位置 Q 都過千了。